一毛。哎呀，这工作太没劲了。两毛，不行，我得再换一个工作。这工作啊，哼，不挣钱，还是这个工作好。嘿嘿，一块，两块，三块。老板不在啊，来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蹭，你蹭蹭。哎呦，小姐姐，你这工作也可以啊。看来刚才我那工作啊，哼，也不咋地。不行，我得再找一个眼前一亮的工作。老三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想找的眼前一亮的工作。不是，大哥，这眼前倒是亮了，这也太烫手了吧。不行，我干不了，干不了。哎呀，可算是找到理想中的工作了，这每天在这坐着，嘿嘿，数数就行。老三，那今天过去多少块了？过去多少块？哎，我哪知道。要说起挣钱，还是这个工作挣钱，一个孔啊80块钱。来，下一个，80，80，80，我操，完了。